动画地狱直接进入 OP 第六大师。这个据说是蛮像沉默之秋，就 又是一个致敬沉默之秋的游戏，好像还蛮受好评的。虽然说现在只有推出 demo， 而且这个游戏制作组呢是一人公司、一人工作室，所以 可能等正式的上市还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他头可以转动哎。那我们现在操控的主角呢，是一个57岁的大叔。57岁的大叔在游戏里面不是新鲜事，但是57岁有啤酒肚的胖大叔呢，这就是我在游戏界第一次看到的。这是我们这个游戏的主角，左三圈，右三圈，左三圈，左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听说是致敬沉默之秋啊，气氛做得非常好，大概是一个30分钟的 demo 版，那我们就来玩玩看吧。这游戏目前是只有英文可以选。It will not open. Where the fuck am I? 他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被丢在这个异世界的火车车厢里面，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反正恐怖游戏都是这样演的。这边有一个锁，我要试着打开它吗？哦，但是一个密码锁，显然呢是要解谜才能打开的。CCCIAO 感谢追随 Thanks for following。 它这边有写个三角等于一，一定是一个解谜。Cigarette, I do not smoke, but it's always a good conversation starter. 我不抽烟，但是用抽烟来当做话匣子，可以很轻易的开启与人之间的交流。好像有抽烟的人都是这样讲的，就是如果你跟你同事不熟的话呢，去跟他抽个烟就可以混熟了。但是因为我是不抽烟啦，很 weird， 这是一种奇怪的好朋友，但是我并不在意。承袭了沉默之秋一贯的精神，看他奇怪的东西，但是完全不在意。也许我应该来求救。没有人讲话，但是我们的求救得到了回应。哎，按下去门就开了。おかえりなさい。カディウド様。5.52热，今天也是忽冷忽热的一天。过敏仔来报道了。雪雪，好久不见，恭喜升级为 LV52，感谢52个月以来确定哦。哦，对啊，今天天气真的是忽冷忽热。这个报纸是13年前的报纸，13年前，对吧？白天好像比较热，然后晚上变得超冷。最近晚上都超级冷。这个大叔真的很胖哎！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啤酒肚胖大叔是恐怖游戏的主角。我蹲下来就可以穿越了。我要怎么蹲下来？哦，好。哎，后面有个人经过。他的视角好像是故意锁定在让主角的脸面对着镜头，比较像是传统。以前传统日本恐怖游戏的走法。 What is this？ 欸，手电筒，手电筒，手电筒，我们的好朋友手电筒。耶，yeah， 有手电筒咯。哇，
真的耶，沉默之丘都是这种手电筒。哇，这个怪物长得好 fancy 啊！这一定是一个梦，是一场梦变成了噩梦。This can't be real， 这不可能是真的。感觉是一个人的脸嘞，他可以，我看一下他的操作。Look around， 好像没有拉近拉远的选项。你们看，这上面其实是一个人。倒过来的人脸，但反正主角也不在意就对了。他不能自由的转动视角。这些站名我一个都不认识，是什么三角等于一吗？哦，有，他前面有写三角等于一。哎，地上变得不一样，哎，地上变得斑驳。说，另外一张海报，这看起来并不重要，看起来不重要，你还叫我看？手手很凶欸，这个手手，这个手手是不是比刚刚那个 Hololive Error 的手手凶一万倍？凶欸，大大，671，谢谢静茹。我们都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他那个门用锁链锁起来，感觉蛮像沉默之丘的。哎，可以跑步，但是跑步有耐力条。前面有个人，有个人走过去。天花板的水管看起来像血管欸。欸，先来这边看能不能存个档。This machine uses a currency I have never seen。 这个自动贩卖机所使用的货币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不是沉默之丘的存档点吗？上面有一只木头做的手臂抓着一个钥匙，我要拿吗？当然是拿。拿到一个钥匙，结果这不是存档点吗？结果这不能存档吗？骗我！然后这个木手还破图，骗我！我还以为可以存档嘞，又骗。场景做得很不错。看来还是不要乱碰这些电子设备比较好。他锁上了。连使用钥匙的那个音效听起来都很怀旧。以前沉默之丘是恶灵古堡那种使用道具的音效。哪里？谁在那大叫？是斧头，这里有一把斧头。 It's almost broken but maybe I should take it。 它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但或许我应该带它走。好哦，按到 no 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用斧头。哇哦，
欸，有武器了欸，我们拿到恐怖游戏里面的最强武器斧头了。欸，等这游戏是结合了沉默之丘跟黑暗灵魂吗？这个使用斧头是会吃耐力的欸。可恶的宫崎英高，可恶的宫崎英高让沉默之丘粉变学坏了。这个也是有耐力的，不知道等一下要不要打怪。跑起来，跑舞跑跑，耶耶耶，呀大姐，大叔超喘。你们有没有发现，才挥几下斧头，他就喘到一个不行，喘到好像要翘辫子了。毕竟是57岁，57岁啤酒肚大叔。哪里鬼？这里有个雕像，但中间那个雕像没有头，是要解谜吗？没有，主角是大叔啦，林喜嘞，是啤酒肚大叔啦。他游戏介绍写的，游戏介绍写说他是57岁。哎，一直有人在哭。这里有一个金币，拿到一个金币，哦，那应该可以去投刚的贩卖机吧？哎，这有一幅画。什么声音啊？超难听。谁在那边鬼叫？哎、欸、，what？ 这有个人，前面有个8尺大人，但是我们好像不能把画面放大。这有个8尺大人，someone or something is there。Something looking at me， 有个人在那里看着我。我可以用斧头把这个锁链砍断吗？好像不行哎、欸哦。我知道他一定是要叫我们去找铁剪。那去，我们刚刚拿到一个金币，应该可以用来贩卖机了。哇，好古早的，好古早的视角跟操作方式。但我必须说，这游戏操作起来比我们上次玩的那个也是致敬沉默之丘的游戏好操作多了。上次那个游戏真的非常的反人性。跑起来，大叔你在看什么？投贩卖机喽。欸，我拿到一个，哦，雕像的头。 OK， 有了，跑跑跑。哦，上次那个真的很难欸。你们上次那个游戏，它转圈不是直接这样转，我们是按个钮它就可以转。上次那个游戏它转圈是要先往左转，再往右转，超级麻烦。你们如果没有看到上次那个游戏的朋友呢，可以去我 YouTube 那边找。我打一下我 YouTube 网址，你们可以去我 YouTube 找上次那个致敬沉默之丘的游戏，前一阵子发的，可以去那边找一下，补一下 VOD。那还没有订阅我 YouTube 的朋友，记得要订阅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的 VOD 呢，都会剪辑之后放到 YouTube 上，而现在更新都还蛮快的。那还没有 follow 本台的朋友，请你按一下追随 ，follow 一下本台哦。大叔，你又在看什么啦？这边有一个那个雕像。有时候那个转圈转不过来，因为他们的操作走怀旧风格。有了，那等一下，
好嘞，他没有任何话要说吗？哦，门开了，但是那怪物也不见了，好像也没有要打怪的样子。里面有很多假人，其中一尊假人身上有血。不是，不是我在说，我觉得这年头恐怖游戏的假人元素用的有点太多了，有点太频繁了。你们看我的台这么久就知道，我玩这么多独立恐怖游戏，大概有五六成都会在里面用到假人。我玩了好多恐怖游戏，里面都有假人的元素，包括女鬼桥，还有女鬼桥之前有一个叫什么什么游戏，我忘记，也是有很多假人。然后我们上次玩的那个SCP 秘密档案也有假人，哇，假人真的有点太多了，已经有点，我觉得这年头恐怖游戏的玩家呢，看到假人已经都麻痹了。What is this thing to doing here？ 这不是那个模仿永动机的那个吗？这东西是要解谜吗？简单可以让人类疫情，我觉得就是有点太偷懒了，有一点太偷懒。假人固然是一个可以让人引起恐怖的要素，可是太多的话，玩家会麻痹。毕竟恐怖感也是可以适应的。像你们看我的台那么久，已经都被本台调教的差不多啦。你们现在看到什么恐怖游戏都蛮吓不倒你们，还有跟我一起吐槽。啊，他有个女儿。上锁的门，怎么又有假人？啊，什么东西？什么事情啊，大大，你有什么事啊？这里有一张艺术画像，下面有艺术家的名字，但是我又不能，这是要解谜的吗？这里有一具尸体，至少这个尸体没有动起来。哎，这里哦，就是往上走，因为它这种视角固定啊，所以要走久一点才可以知道我们要往哪边走。又有假人，现在是假人大放送吗？假人很多，我现在探索一下。这什么视角？这边有个贩卖机。这里之前也有看过这个图案，所以它不是存档点吗？它摆明就是要我们存档啊。那你Nothing useful here. 这里没有什么可用的东西。什么声音？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有怪的声音啊？还是只是在用音效吓我们而已？卡住了。但我们既然有拿到斧头，一定有用处啊。我觉得这个大叔也是神经断光光哎。这边一大堆怪东西跟怪声，他都没有反应。这个机器没有电，这扇门锁上了。But with that thing over there, I don't know if I want to open it. 这门锁上，在对面有个东西，所以我不知道我到底该不该打开它。背面大哥，感谢追随 ，thanks for following。是喵喵在叫，是凯伊安安哦。第一次来聊天的 CCC IAO， 你好安安。
是有敲东西的声音哎。嗯，这有发电机。但是这个发电机没有坏掉 ，the fuel 这是什么 ？empty。他说缺少了什么东西啊？没关系，反正大概又是要找什么东西来装上吧。游戏画面右上角有时候会出现像是眼哦，真的哦。我等一下注意一下，我倒是没有注意到。而且游戏画面中间有两条线，我不知道那两条线是代表什么。这里有另外一个硬币。哦，有一个硬币。但是刚哦。我们刚好看到贩卖机，但贩卖机没有电，所以要让贩卖机的让贩卖机通电。这个又是他手上拿着一个蓝色石头，我要拿吗？蓝色石头。其实这一幕让我想到沉默之丘四，哎，沉默之丘四也有类似的东西。哦，难道是要给他吗？他在那边伸着手。不是哦，不是吗？哦，我这里有一把钥匙，我刚刚没有看到。OK， 拿起来。哦，好，拿到一把钥匙。刚刚那只手是之前没有出现的吧？哇，那是要开这扇门吗？不是这里。是可以开这扇门吗？我应该是这扇门哦。有了，耶！哇哦，还有音乐可以听。Trust the bloody one。他说：“相信浑身是血的那个。”所以他是在讲刚刚那对假人吗？居然是用收音机存档。欸，原来试玩版也可以存档。之前有人住在这里。有了，那这就可以用发电机了吧？那这就可以打开那个发电机了。欸，门打开了。What？ 先来开那个发电机。哦，有电了，有电了，有电了。哼，怎么有怪声？是有怪吗？What？ 过去会被 What the fuck？ 居然真的有怪！哇，还蛮凶的哎。What the？ 这个试玩版居然是有怪物的。啊！啊！难怪我们要存档欸，大叔。啊！快逃啊，阿伯！而且我刚刚看到那个地板，红色的地板，我就想到上次那个沉默之丘，最新沉默之丘游戏，该不会也是要把手电筒关掉吧？这个，哎呦，他现在，哎，我打得赢吗？我打看能不能打赢哦。天哪，大叔，你的耐力条也太短了。
打赢了吗？啊？好像打赢了耶，来打100分刷一波，居然是可以打赢的。哦，所以那只是必打的怪，很像监视器在看犯人，看人犯案，所以我们就是那个犯人。100分刷一波，而且你知道，你们知道刚刚那个战斗的手感也超像沉默之丘4的。我拿到一个红色的石头，那你这边有几个假人 ？Good morning， 哦，这是一个谜题。The rebel is looking at herself. The ghost is scared of the chance. The danger is shy and the prod can read. 叛逆者看着他自己，鬼魂害怕锁链。哦 ，dancer 不是 danger。舞者很害羞，而骄傲不能阅读。有了，谢谢静茹。这边有个蓝色的石头，有了有了。那我们现在有三颗石头，三颗石头用在哪里啊？这到底能不能过？我们走过去看一看好了。哦，可以过了，吓死我了，问他走下去又掉下去。哦，幸好幸好，先来大一百分刷一波，幸好可以过。哦，地上那个光是对应着石头颜色啊，就是你有红色石头就可以过红色的地板，有蓝色石头可以过蓝色的地板，有绿色石头可以过绿色的地板，那我们就三个地板都可以过了，耶、yeah ！好的好的，